，Dance 成员 V 在全球拥有超高人气，一举一动受到热烈关注。日前 ，V 在自己社群上晒出与 Lady Gaga 的合照，只见一张是 Lady Gaga 做出要捧着 V 脸动作，另一张则是 Lady Gaga 正亲吻 V 脸颊。两人的造型加上照片氛围，看起来就像是电影场景一样吸引众人视线。而据悉，这是 BTS 在去年参加格莱美奖拍下的照片。V 突然晒出照片，让粉丝们超惊讶，他的国际人脉让不少人猜测两人是不是要合作，相当期待啊！